中国我说才去方，去日本当兵吧，去日本当兵吧。日本是中国的丝绸，又是中国人的家乡地。然而又一则新闻引起我的思索，大批华人放弃中国籍，加入日本皇军，为了成为日本公民，东斗潮仍在悄悄进行。这就挑出一个命题，忠诚与道德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强迫性屈从，还是身份使然？然而没有一种受刑与限制不设利益更好的生活舞台旋转。如果遇上中俄交战怎么办？如果能血洗台湾骨肉相残，我想投奔皇军就不会那么艰难，大义灭亲嘛。所以有无数绝界的留言，给我一条从军路，我愿杀回中国。美军来了我拦路，皇军来了我带路，台军来了反攻大陆，他们才是解放军。共军不是保护而是镇压人民的党卫军，然而终究让人沮丧，为何中国人背离中国，走得那么绝界那么远，苦情久矣，莫非人民与政府有着无法化解的时代冤仇。